一渠人在秦国以养庸成患，铲除他们是早晚要做的事。初离子过世之前对此事也曾有过嘱托，不过，依老臣看，天地相应者，方能成事。眼下便是天时地利人和之局。何为天时？何为地利？ 何为人和？当日，诸公子之乱，诸国陈兵函谷关外，大秦危在旦夕。若太后不安抚住义渠人，则西北跟着大乱。所以必须对义渠人诸般忍让。如今我大秦如日中天，已经没有必要再忍让义渠人了。此乃天时也。本来义渠人是猛虎，若在草原天高地阔，我们已由他去了。 但如今他们却执意要留在咸阳，并打算鸠占鹊巢，如此虎落平原，就由不得他了。此乃地利也。太后之政以来，坚持推行先惠文王的商君之法，可义渠人屡犯法令，败坏纲纪，闹得民怨沸腾，人人侧目。此时我们拿义渠人开刀，是人心所向，既符合太后推行商君之法的初衷，又可以让各郡县借此整肃风气，取得地方上的拥戴。 此乃人和也。雍大人言之有理，只是义渠君与大秦有功，与太后有情，我等不好贸然先动手。但眼下的情形，他们会比我们着急。倒不如以静制动，以不变应万变。好，那就召雍大人。 和国相的主意去办。这是我和香儿惠儿他们给你做的冬衣，你拿回去试试，看看是否合适。谢太后恩宠。好了，这里又没有外人，叫我姐姐即可。姐姐，小冉能有今日，都是因为姐姐爱顾庇护。姐姐一个人势单力孤的，能做什么？ 还不是，我们彼此扶持照应，才有了今日。所以姐姐心里最怕的是自己人与自己人过不去，骨肉自相残杀。大王虽然因为义渠君与太后心生嫌隙，但大王绝不会仅因个人好恶判定是非，一叶障目，而罔顾大秦的社稷天下。那就好，我们都亲眼目睹了那场诸公子之乱。姐姐有生之年。 绝对不想让大秦再遭受这样的祸事。列国争雄不进则退，如若在内部分裂，那才是亲痛仇快。和江山社稷比起来，义渠人的事只是小事一桩，各自忍让一步，就可尽如人意。是。天色不早了，小冉先告辞了。 义渠君，哼，慧儿，你去看看今日膳房准备了什么晚膳，有没有义渠君爱吃的炖羊肉？是。 你这是做什么？魏冉又没有冒犯你。怎么没冒犯？虎威都被抓了三天了，为何还不放人？我已传旨，让廷尉府暂缓问罪。但虎威杀人证据确凿，总不能不问不审就放了吧？既然答应放人，还审什么？是不是你们还想再拖延点时间，找个借口杀了他？你可知这是为难之事？按照大秦律法。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当日继儿的父王犯法，商君因为他是太子难以责罚，就割了太子父的鼻子。如今虎威杀人，我若轻而易举放过，那世人便会以为秦国执法因人而异。那这法度，哪里还能让人信服？哪里还能威慑众人？怎么，你还想割了我的鼻子？你这是蛮横无理。既然真的有人犯法。
那就要有所处罚，不然会乱了人心。哼，那是你们大秦的法，管不到我们义渠人。义渠人也是大秦的百姓。哼，我们义渠人高兴做大秦的百姓就做，不高兴了就不做。 义渠君，这边请。义渠君，就是这间。把门打开。是是，打开。是。 大王，兄弟们在这儿度日如年呢，你怎么今日才来接我们出去啊？大王，你看到没？他们把我们当牛马般锁着，他们就没把我们义渠人当人看。关在这里头没酒没肉的。大王，快带我们走吧。 知道，兄弟们在这受苦了。太后说了，很快就会把你们放了。只是眼下，眼下怎的？眼下兄弟们还要在这儿再熬几日？好。 既然我能给大王惹了麻烦，那就听大王的，再住几日。住几日？住几日？为了大王，我们再忍忍，住几日不就受点委屈吗？住几日，住几日，住几日，住几日。你给我进来。义渠君有何吩咐？ 把我兄弟们身上的链子立刻摘下来！这按照大秦刑法，他们犯的可是重罪，万万不可。少说废话！我让你卸了！本官无权擅自做主，这必须得请示了蒙敖将军，方可行事。你信不信？义渠君，这个虎威将军犯的可是死罪，朝廷若是追责起来，本官实在难以担当。大秦朝廷！ 管不到我们义渠人，对，义渠君，你吃的也是大秦朝廷的俸禄啊！那从今日开始，这俸禄本王不吃了。你竟敢杀廷尉！义渠君，你要谋反！别杀我！你也不想活了吧？小的照您的话去做便是了。哎， 大王，杰哥，眼下我们该如何？走，往回大营。走走。太后，昨日若非白起将军带人及时赶到，两方早已火并。眼下，王军已将义渠大营团团围住，如不妥善处置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太后，义渠人在咸阳如此胡作非为，已经触及秦法根基。 若太后再念及义渠人的功劳不忍责罚，使得纲纪废弛，只怕秦国没有来日了。义渠君刺伤廷尉，劫狱固然犯法，但臣以为此事不可就事论事。处置义渠君将牵一发而动全身，需谨慎小心。此事看似突然，实则必然。义渠人伟大不掉，这样的事情迟早发生。太后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呢。雍大人所言甚是。
但微臣担心的是，如今列国争雄，我大秦内部理应齐心协力，万不能自我瓦解，发生内讧。好了，此事我心里有数。可眼下就在咸阳郊外，秦军和义渠军剑拔弩张，该如何解决？以魏臣看。 以3日为限，要义渠人交出虎威。若他们识时务肯交出来，而后再议其他。也只好如此了。白将军，此事由你去办，你是两军之中最合适的人选。臣遵旨。 让我交出虎威，想都别想！大王，你应该知道太后对义渠人的爱护，虎威这个案子本来还有转圜的机会，可是大王一时兴起，伤人节欲，反而让彼此进退失据。哼，大王若能在3日之内交出虎威，也许还好重新商议。人是我伤的，玉是我结的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让他们来找我。大王，太后让我告诉你。 这已经不是你和太后两人之事，是义渠人和秦人是否还能和睦相处之大事。大王，可以去外面看看，上万的人马已经围困了义渠的营帐。大王，你这是要用义渠人和秦人的性命作为赌注吗？义渠人宁可自己死，也不卖兄弟。我是绝对不会把虎威交给你们的。如果你们想打，别啰嗦。 你这不是只顾虎威一己之身，却陷义渠于谋反之罪吗？反就反了，不怕过谁啊？大王，虎威再敬你一碗，谢你带兄弟们生死手足。 这些年，兄弟们跟我鞍前马后，始终不二。是我对你们照顾的不够。哎，大王，你把命都给兄弟们了，还要如何？哎，我的命本来就是兄弟们给的。哎，你还记得那年吗？我义渠国与东湖开战，我义渠勇士遭了埋伏，数万人战死在沙丘之中。 是你把我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，靠着喝狼血、吃马肉，几十天才回到义渠老营啊！啊，那是大王你命大。我们义渠人的命是什么？战死为吉利，病终为不祥。能跟兄弟们生在一起，死在一起。 眼下，虎威给大王和义渠人招致了麻烦，导致秦人对咱们布衣不饶的，既然都是虎威的错，那就请大王不必再为虎威担干系了。屁话！你惹了麻烦，我也惹了麻烦。这叫锅底不咸灶黑。你我是龙头跟缰绳，谁都离不开谁。 再多说都是屁话。哎，可是秦人兵马把咱们义渠大营围的是密不透风啊！让他们围吧，我们在这儿喝酒吃肉，怕什么？有朝一日兄弟们待烦了，就带你们杀出去。天高云阔，去哪儿不都得由着咱们？哼，对，但是。 那太后，她是我的女人，她会跟着我走。那
身子跟着大王，心却跟着秦人。我跟他有过誓言，为何说若是大王娶了那个女人，义渠将要大祸临头了。如今看来，老吴的话灵验了。后兵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将军，有人出来了。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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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闪开！将军，将军，护卫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护卫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将军。儿臣，将军，不能去啊！将军，你不能去啊！将军，走！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回城！走，准备迎战！秦国小儿！为我义渠大营多日，为的是什么？不就是拿你虎威爷爷吗？今日爷爷在此，再拿吧。将军会不会有诈？拿下。是。就凭你们几个也想拿你虎威爷爷吗？也不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命。大王，虎威先走一步吧。也解了一个难题。明日可通告天下，就说虎威受秦法感召，幡然悔悟，以死谢罪。
我们也可将蒙敖将军的兵马撤回来，免得进退两难。可是虎威和义渠军关系窘疏，我只怕他那里难办。在上，兄弟，我知道你是为我而死的。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让你为我白死。将军的人马已经在日落前撤走了，他们趁虚如愿了，害死我的好兄弟。大王，只怕胡威不顾一己之身，也是为了成全大王和义渠啊。胡威忠心，他一心只为了我着想，从此我活着便欠他一条命。事已至此，我不会放过他们的。不是他们苦苦相逼，我也不会死。大王，我愿禀报太后，大王愿意带着部下回到草原。大王是草原上高飞的雄鹰，太后是盘踞在咸阳宫中的凤凰，你离不开草原，他也离不开咸阳。既然大王已经统一了草原，义渠人已经有了远胜于过去的富饶的土地和坚固的城池，咸阳不值得再留恋了，义渠人该回家了。不，这里就是我的家，这里的一切都有我义渠人的一份，我为什么要回去啊？大王是因为舍不得太后，她是我的女人。假若大王和太后已经走到了尽头，留在咸阳只是对两个人的戕害。你个狼崽子，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已经是我们义渠人的异类。
听好了，我与芈月是一家人，我们有孩子，整个江山是我们两个人的，谁也别想把我赶出咸阳。那秦王呢？你可替他想过吗？他既然不想与我是一家，那就散了，我不亏欠他。大王错了。我错了吗？大王错想了太后，错想了义渠在大秦的分量。我与芈月是夫妻，大王知晓的是太后，她是大王的妻子，大王不知晓的也是太后，她是大秦的太后。大王不要再逼太后两者中选其一了，那是会逼死人的。太后赐座了，本王不想坐。义渠早已归顺大秦，义渠君不可在太后面前再称王。你个阉人，本王面前也有你开口的份儿。穆欣是秦宫的大监，治宫整饬是他的分内之职，这是宣示殿，不是交房殿。义渠君，还是遵守礼法，好自为之吧。那你就让他出去。穆欣，在。这里不用你了，你出去候着吧。是。背上一个以死谢罪的名声，你们秦人好毒！虎卫触犯秦法，当街杀人，说他幡然悔悟，以死谢罪，比不知悔改畏罪自尽不好吗？我已经让朝廷送去了钱粮，派人去后续他的家人，该是给足了他面子。面子？人都死了，还要什么面子？啊！是他自己寻的短见，论杀人罪他也是该死的，谁能害他？好好，你是太后，你说话句句偏袒秦人，你心里哪还有我们义渠人？无论义渠还是秦人，说的都是个公语。义渠君，义气用事害人害己，伤人节欲之事，朝廷还没有追究呢。本王不怕追究。你在追究本王之前，先把那两个龌龊的小人给本王抓起来。谁？蒙敖，还有雍瑞。为何抓他们？他们两个是害我虎威兄弟自尽的罪魁祸首。雍瑞策划三日的期限，蒙敖带兵围困我义渠大营，我要用他们的人头来祭奠我的兄弟。何必那么多周折？是我准许的三日期限，是我要蒙敖领兵包围义渠大营的，你来取我的人头吧。你别逼我。义渠君，你该迷途知返了。你一直叫我义渠君，在你的心里从来没有把我当成是你的男人，你从来没打算让我染指江山社稷。你我是宣示殿外的夫妻，
宣誓殿内的君臣，江山社稷，自然不可任人随意染指。跟了我，心却跟着秦人。我能给你的，我都给你了。好，你若无心，我不强求。我与你之间，各归各路吧。义渠君，你想怎样？大秦天下是我帮你打下来的，我既然可以帮你打天下，我也能毁了这个天下。等哪日义渠君来了，再给他吧。收起来吧，不知道他还会不会来。母后。太后，先生今日夸奖公子福了。夸奖福儿什么？先生夸福儿明勉虔诚。福儿是如何对答的？福儿对先生说：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”福儿答得好。可是，香儿姑姑说，王兄像我这么大的时候，比我更能干。父王常让他看策论，还让他到四王馆去听策士们辩论。若是你们的父王还在，也会让你看策论的。可我从没见过父王。母亲是在梦中与父王相会，才有了我。那，福儿，你想见父亲吗？想啊，下次福儿做梦，让父王看看我好不好？过两日，福儿就十岁了。真快啊，我的福儿。都快十岁了。太后，有事吗？义渠君派人传来口信，说后日就是公子福的生辰，义渠君有几匹好马要送给公子，并请太后带上小公子去骑马。母后，我要跟你去骑马。母后，我们去骑马吧。母后，我要去骑马。母后，你就让我去吧，我要去骑马。母后，你就让我去吧。好。哎，上马，小心啊！哎，好嘞。福儿，抓紧缰绳，记住了啊！这马可是很聪明的，专欺负怕它的。如果掉下来，千万不可以哭。啊，要不然他会看不起你的。知道了，去吧。叫叫，快点快点，叫叫，快点走快点走，叫叫叫，别扶我，叫。我以为你不会来了。我开始曾不想来的，可你还是来了。福儿十岁了，我想让他见见亲生父亲。嗯，坐吧，咱俩喝一杯。嗯，下去吧。
见面的情景吗？你穿着一件大红披风，一路自乱军中冲出，我想拦你，你却用石子打了我好几下。当时我在想，怎么会有这么刁蛮凶悍的女人呢？当日我想着，你们杀了黄歇，我也不活了。没想到，我还是活了下来。那时你为了黄歇，一心要杀我。可是到如今，你还没杀掉我。我不仅没有杀了你，还做了你的女人。长生天在上，有些事情我们自己做不了主。可我想自己做主，我真想叫时光倒流，我想让你我仍像从前一样，心无芥蒂，和好如初。野马君，一家人在一起不好吗？可你跟福儿是一家，但你的营妓不是。福儿是我的孩儿，继儿也是，你能叫我如何？你太贪心了，明明不可兼得，却样样都想用，永不知足。世上母亲对自己孩儿全都一样，十指连心，不分彼此。夫君就能分出彼此不同是吗？不如那营妓的父亲。这不是你的真心话。那你就带上福儿跟我一起走，从今往后他姓翟，不姓营。你知道这不可能。大王说了，看他手势，酒碗往地上一扔，咱们就冲下去。记住了，掳走太后和公子，其他人一律格杀勿论。我是皇帝，也是正气，以后朕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刘诗诗、霍建华联手演绎《宫廷虐恋》，《女医明妃传》2月13日乐视网全网首播。想人
出。